我们花了3万多一点，然后来就是想说，在10年前，把它成立一个馆，跟大家来分享，包括文创或是相关的一些资源，能够让这个博物馆的这种创意也好，或是说这种陶瓷碗盘之美，能够让大家来欣赏，甚至能够把博物馆的业务能够提升。这个原型的这个是放大100倍，不符合法规，所以做这些就不简单了，就是说你那个材质从材质开始用一些，做一个材质开始，包括怎么去这个等比例放大，我们请了一个专门画庙宇的黄荣通老师，大家赏给这些，所以我要训给外行，大概这个算是一。 可能是台湾最大的盘子，往这边走了，我们就去走。你看我们，很自然的轻松的方式。一来这哈，一得哈，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出台湾的那个陶瓷装饰嘛，有一些特色。听说就是啥，这是北投。像这个是因为很明确，我们有去挖到那个破片。咱们马这是这个，啊，你这样一走，看你的，看这个不到，啊，你这是就够。 这点嘛，放大，这就很快光滑。每一个人最重要的生活，对生活的器物，那个所谓的民生陶瓷，最重要的民生陶瓷，不管假发，所以你一缸砂米就是爱用的这碗嘛，所以一缸砂米是不用密切。咱台湾人讲古窑，其实就是陶瓷啦。传统来讲，陶跟瓷基本上它原料做的过程不一样，烧的温度也不一样。 你瓷器要学到从头会将近1500，300，陶器差不多800哦，到900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是13行的那个陶瓷，啊，台湾上早哦，起码目前发现哦，原住民烧的陶瓷哦，差不多2000年前就要烧。啊，你若像手兰。 西班牙嘛，哈，那依然，基督教的，基督教的出土的最早400年，啊，那汉本，差不多将近就是快6000年，啊，这样的历史，想不让你概念，啊，全世界最早的大概几年，对，差不多2万5000年。 2万5000年就出现古雅，对，就是已经会烧烤了。当然，它没有窑，那个是可能一定烤火啊，不小心就烧出来。所以，那个是2万5000年。像那个是德国麦森，哇，那个是金啊，金嘛，那叫金嘛，金嘛，或者这个是法国的梦。哇，你看一个哦，哎呦，其实它不是，它是蓝的发黑，它是阳光灯。 哦，你看这网络啊，不能用网络哈。其实它这个哦，厉害的是，它这个是手画。哦。你看，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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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
表面上会有一个光光亮亮的，一块陶瓷都光光的，那个就是釉，透明釉。台湾的不要这样叫特色，还是什么特色？哦，起码都会讲嘛。咱如果讲哦，
台湾是桃，桃，桃烧出来吼，虽然无瓷遐白，但是吼，伊有一款温暖，有一款亲切感。哦，桃甲瓷不一定说，反而瓷它白瓷有时候会觉得很冷。哦，那各有特色啦，吼，那唔是讲好歹，但是台湾呢，这种碗盘呢，吼，它经过这样的装饰，吼，它有它的特色。第一个，它是高温的釉下多彩，咱即马看到这是釉下多彩，啊，然后可以随着你随便画什么就画什么，你也画这些就好啊，蓝色、黑色、褐色、红色、绿色，啊，你几样？一次就完成了。对，一次就完成。啊，嘛，我迄个时代。嘟嘟安尼，有迄个成熟的话，你个陶工就可以这样处理。你卖多少万？好啦，过来。现在展示的哦，是16、17世纪的贸易瓷。贸易瓷哦，是唐朝、宋朝的出来，但是16、17世纪，16世纪初，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来到东方，先由人来就对啊啦。啊，16世纪下半。包括荷兰人啊，啥货就拢在哦，暗摩啦，暗摩啦，啊，甲台湾有关系上济就是荷兰人。这个不要哦，本来是讲你景德镇修，但是伊为着要做生意，伊啊大量安那讲，做迄款咱讲的迄款 A4 哦，仿品啊，对，就变啊修，变啊迄落，啊，但是伊家己毛病的风格，大量的哦，荷兰人，啊，拢大滴，拢大滴，你要看伊这個、包括装饰的风格啊，真个是啊。在乎回廊当中吼，这师傅，这个我说这个是虚拟山的图案。东西文化在交流的时候，东方人就是尽量把东方的图案尽量把它摆满，不要西洋人修的好不好？这个都异国文化，他们看不惯 ，CP 值很高，很漂亮。好，这样这个叫日本叫福东手，好，那叫克拉克。啊，为什么叫克拉克瓷器？1609年在葡萄牙利马六甲。去哦，荷兰人大街运回阿姆斯特丹，啊，船上都是用陶瓷的，啊，拍卖掉赚个大钱。啊，欧洲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。我们做了一个碗盘，只有烟锅上这些上无700斤，换起码一年添500斤出来。他，啊，今年也在做那个包括窑厂师傅的资料的建构，做一个虚拟的资料库。从日本时代这种所谓蓝岛的野子风情，吼，就是平面设计很重要的元素。咱看明信片、海报，日本时代就是拢用野子的代表咱台湾。这吼，大概流行伫民国40年左右哦，40年吼，就开始有一款野子树。我们现在跟国外在做碗盘的交流，人家只要看到这种白色的底原色啊，画一个南边、古南边，然后有椰子树，就咱台湾，因为台湾安尼画。就是讲台湾是你咱讲的海岛哦，你看伊这有海，对吧？有船啊，哦，然后有椰子树，表示咱是伫热带呀，热带。你若伫日本、韩国袂去画这個，哦，还是讲大陆国家也袂去画这個，哦，所以这是很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特色。台湾很有特色，这张图大家都看过，这块年货，你看啊，这一种的哦，说真的，这个年代就没有刚刚那个那么好，价格也没那么高。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去年跟中华民国广州会开始授权，把这个图案授权出来，它是战前，就是大正昭和初。你哪看到咱台湾的建筑物顶管有这？台湾的建筑物顶管有这，肯定就是战前的建筑物。啊，这吼不难，明治维新以后去欧洲学回来的，开始生产。但是你去日本，你就看有这，因为这个色彩。台湾的马来色彩。